新冠肺炎本土病例持续增加，连带影响到民众捐血意愿。位在南营绿岛身边的新营捐血站，就搭出一挂海报甲旗啊，实际到场了解，嘛是有一挂民众到现场来捐血。我目前就在做那个血小板分离术，然后常年来我也是一直在做血小板分离术，尤其是血小板这种东西对手术患者是最有帮助的。然后基本上虽然是在目前在防疫期间，我们也是做好防疫一些自我保护的措施，才能救更多人。然后在防疫期间做血小板分离术也是很棒的啊。新营捐血室表示，今日到中昼为止，大约有十外位民众来捐血，甲以往比起来是有减少一半左右。来捐血民众只是表示，疫情的升温，大家加减拢会惊，唔敢来捐血。但是只要做好防疫措施，其实捐血甲防疫是无冲突的。虽然是在防疫期间呐、啊，但是大家只好做好自我自主健康管理，对捐血这种活动是不妨碍的啊。希望说呼吁说，想捐血的热血朋友们，吼、哦，踊跃捐血。疫情令到大家会惊啊，不过这个需求还是拢有嘛，所以咱可以就是说可以帮助，会使提供咱的提供，咱也是会使管的人来管啦。对啊，无有的人会惊伊就歪来，反而捐血量会较少啊，所以咱会使做的来做安尼，对啊。新营捐血室表示，捐血站点每天都会定期清洁消毒，来捐血的民众也会量体温、喷酒精，并且加强门诊，请大家安心，也呼吁民众做好防疫，应有来捐血帮助需要的人。南台新闻王怡蝶，新营采访报道。